首先同你哋拜一个早年，猪年快乐，一帆风顺，身体健康。首先我有个锦囊送俾大家，就是今年猪年咧将会十分辛苦，因为咧预计咧环球嘅市况咧将会变得更加嘅波动。今年呢个猪年咧就系、是、cash is king。現金為王，通常我哋買保險就唔需要大量嘅資金嘅，我哋只少量資金就愛嚟保護自己嘅啫。咁我唔係叫你將你所有嘅資金買曬去金，只係將一部分。咁我咧現在我都身體力行，係暫時我都增持黃金嘅。咁而家金價大約係1280至1300嗰度徘徊啦。咁我相信喺1050已經bottom濕咗嘅。咁而家一個金嘅價位咧，係一個適合嘅價位咧去吸納。咁我建議大家都係逐啲咁吸納，去迎接呢個新嘅波浪。但係咧，我亦都估計到咧，美國可能咧就因為咧有呢個衰退或者滯漲嘅出現，咁美元嗰個價格咧就可能亦都會下跌嘅。咁所以咧，金咧就係一個比較上安全的避難所，但我最重要強調就是你們不要太貪心買大量的金，是少量已經足夠的了，大量你就變成投機，因為金始終是沒有息收，就大家要在這個豬年今年就要大家是審慎，就不要太過進取，就不要想著捕捉每一個升浪，也都不要想著捕捉每一個跌浪，因為市況十分 volatile， 大家都是比較上保守為上。我再跟大家講一聲，豬年快樂，一帆風順。